嗯，什么？就是呢，我是一个足智多谋、运筹帷幄的小鱼少爷。嗯，一切啊，我心里都有数了。放心吧，啊？少说。可是，放开我！有热闹看了，走，瞧瞧。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没你脸还敢来文红塔？找死吧你！安静这屁眼！寻花，不，寻叶，我要红叶。哎，又是你们不是我！别吵！等一下！别乱摸！我娘说，我要娶我的。无所谓，连你娘也娶我，别摸！没了，摸他！你怎么摸到钱呢？你，哎，你呢？好！哎呀，太好了！谢谢！红叶，差一点就够了。长春最近常去红叶院，他到底去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哎，听说红叶的姑娘啊，蛮不错的哦。嗯，这不对呀，因为以前他不常去，最近才常去的。其中一定有什么问题。哎呀，偶尔啊，找个姑娘开开心，那没有问题。但是啊，他拿我们的钱去找姑娘，让我们不开心，他自己一个人开心，这就太过分了。哎，吴静啊，今天天气好像不错。我们啊，出面看看。成功了！什么成功了？你把红叶院哪个姑娘弄上手了？哎呀，公主。我最讨厌不干不净的。没洗澡啊？我们不是什么红叶院的姑娘，请你们放尊重一点。原来是为了这个。哎呀，公主，别说我曾经吩咐过我不想见到你，就是我从未认识你，这种肮脏行为足以让我把你杀死。哎呦，冤枉啊，公主，其实我不是去喝花酒，我是为了这个。那你看这个呢，是一种叫赤影树的树叶，赤影树每年结叶不多，非常的珍贵，我给多少钱红叶院都不肯卖，除非我去光顾他们的姑娘喝花酒。哎呦，不是吧，原来你去红叶院只为了捡树叶啊。哎呀，没错了，那这个赤影树叶加上万瓦琉璃，正是医治白头发的神药，玲珑香妃丹的药引，只要刮下万瓦琉璃翅膀上的色粉，再配以赤影树叶跟其他药材，吃下去后两个时辰之内便可以白发变黑，容颜盛行。公主，好像你错怪长春了。如果你是消遣我，我就把你杀死。哎，要消遣我会去红叶院，开玩笑的。真是对不起啊，把你关了那么久，现在可以放你走了，飞吧。真是名不虚传，一出手就把我打得脱臼骨折，哼，果然是心狠手辣。其实话也不能够这么说，他要是真的出手，我早就死掉了。他还是待我不薄。好了，哎呦。
哎呦，我真笨呐！啊，完全洗清，再把玲珑香妃丹一半内服一半敷面，反复涂上三次，两个时辰后便能见效。造化回天再造，哇！常大哥可说是妙手回春呢。哇，大功告成了！哎，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庆祝庆祝，今天就由我们的绝色美女明月公主做东，好好吃一顿，开心一下，耶！离八月初八还有数天，嗯，我要好好休息一下，你们走吧。喂，不是吧？这效果这么好，怎么也该值一个燕窝爆吃宴吧？啊？你跟我来。啊，哦。熊妈妈公主，你该不是怕别人知道你长过三根白头发是杀人灭口吧？就你口最油，要灭啊先灭你的口。不是了不是了，我的嘴巴一点都不油，只是呢刚吃完葱油饼而已。哼，公主，其实你不必谢我，只要你好我就开心了。你不怕我会杀了你吗？你杀了我以后还有谁可以帮你恢复容颜？你知道我最恨什么吗？就是欠人家人情。可是有一种人我是不会怕的，就是死人。应该还有一种，就是朋友，要不然你也不会让我帮你医治。你最好给我记着，本宫从不受人左右，你不要以为你帮我就可以得到什么好处。这是明月宫的玉露散。对，这是明月宫的疗伤秘药，炼制不易啊。内服外敷，三天之内戒酒戒荤，自当复原。你不要误会，我给你药只是因为我还有用得着你的地方。绝对不会绝对不会。好了，那个凶巴巴，想不到他的性格不改，一样讨厌。人家又哪里得罪你了？哎，他可是堂堂的。